欢迎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在我身旁的是长辈股女神、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妍希老师好，平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来到了礼拜四号，我们每天就是要开心花，因为用力花，尽量花。我们不是在花钱，就在花钱的路上；我们不是在赚钱，就是在赚钱的路上。你看，跟上甜心每天都是笑眯眯、脆球八球、贵几缸呢？哦，五个华裔也来，日子要这样过、啊。日子就是要这样子开心的过，没有错。来，给你的标股一档接一档之外，长辈股也是一档接一档。更可怕的是，长辈股还涨不停，我的老天儿啊！来，不仅我们的罗森啦，或者是我们的庆腾啦，来是庆腾五天五涨停喽的妈妈咪呀、啊！机器人赚不够，来跟上甜心，你的获利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不止让你赢在起跑点，还要越赚越多。再次提醒好朋友们。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咯、哦、好不好？对，我们的这个幸福月就刚新的专案活动，最奥吉刚生奥吉刚了 ，last 到了，务必赶快来电做保。我想跟上甜心长长久久的好朋友们，赶快跟紧跟好跟满，你的获利，你的未来就会跟别人不赶快啦。谢谢哈、哦，节目开始之前，我一样先感谢一下哈、哦，这次的就刚新的专案太踊跃，真的感谢所有好朋友，就是感谢再感谢，非常非常感恩，就是市场哈、哦、好。朋友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没错。好、哦，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跟热爱哈。那、嗯啊、我也说过后，我不跟别人比啦，只跟自己比较。对啊，我今年上半年已经22档、嗯、长辈股喽。哇，老师，今天哦，台积电千元大关、欸，千金股喽。不止他，嗯嗯，我们的华晨老师，你买45块的华晨，今天也荣登千金股，哇！赚不停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太美好了吧！我常讲吼，我的操作吼就是从产业出发，是的，我要让吼我的朋友，嗯，吼我的会员家人们可以赚得长长又久久，那要赚长长又久久的一个起点，嗯，绝对是把产业看熟，一定要的，对不对？我要先跟你讲哦，这个盘我一直告诉你，我的方向从来没有错过哦，嗯、这里非常重要哦。你看到加权今天跳出去了，有台积电领军上攻喽。你今天只看到台积电站千元，你很开心，可是你要知道它站千元的背后含义是18号，对，这个月18号台积电要法说，有，我告诉各位，它现在已经在热身了。啊，已经在暖身阶段了。前两天设备组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君豪活蹦乱跳？哦、我们的升阳半活蹦乱跳。前两天其实设备股已经在领军了，是的。然后到了昨天盘面，金融股尾盘在拉抬，那今天呢，台积电跳出去，嗯、对不对、嗯？所以我说这个盘非常非常的好，是你30年难得一遇的好光景，你千万不能做错方向。哎、欸，就说方向差很大。老师，我听说，现在不会还有人在放空吧？哎、欸，那木糖，金酱木糖，这个后我分享一下后题外话、嗯、我昨天跟一个新进会员在聊天，嗯嗯他说老师。我跟的一个老师后，在上个礼拜就出清所有股票看空，哇、到现在大概2个礼拜了，少赚很多，怎么会这样子？不过没关系，有了这样子明显的对比，好，所以他赶快来找我。没有，其实他也这样跟我告诉我，老师那个方向我一直看你齁，真的你的方向都没有错，即便我这2个礼拜齁听了别人的话齁少赚2个礼拜、嗯、但是我认为下半年开始齁、嗯、我要跟一个实在做实在讲的老师哦，听起来就好舒服、欸、这样很窝心很甘心呢。对，我说过我不跟别人比较、嗯、我只跟自己比。你光看最近来涨最慢的讯州是喷出去都快50个百分点了，啦一夜扁舟都这么会喷了，是啊，是不是网通概念？没错，所以我说从产业出发，你的股票只有赚得快跟赚得慢的差别而已。那我都会把题材跟产业讲清楚、嗯。这个盘之所以漂亮，是重电有题材，有生技有题材，有的台积电有题材，有题材设备股有题材，当然哇。这个台股后叫什么？正规军也会涨，有前锋部队也会喷，不管是步兵，不管是骑兵，通通都会赢。
哇，全部万箭齐发了，所以这叫什么？赢在起跑点。所以我这里后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后，千万千万，你任何时间回头，任何时间改变，绝对都来得及。哎、不嫌晚哦，只要你愿意，就怕好不好，对，就怕你看台积电今天还跳出去，是啊，对不对？整个是跳空上涨。那我先跟你预告，18号是台积电法说，是下个礼拜大力光先热身啦。有啊，昨天呢，连开发金都会涨停。是的，你怎么会在这里卖掉股票嘞？当然内啦，专注停。心啦 ，follow 甜心啦，你眼的 focus 就在甜心身上。就像我说吼，我一直以来我专注产业，市场上非常非常多的资讯我了解，但是我不会失焦。嗯哼，我就是专注我要做的，我每天该做的功课我一定会做。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来哦，从三月开始，我跟你说吉隆五村，我说吼，机器人很好赚，有机器人非常好赚，没错。我说过，走过路过必留下痕迹，上面日期清清楚楚。嘿，那就在三月份呢。因为我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你不会只看我一天的节目，当然不是、你有的可能看半年，有的可能看三个月，是都有。好，就像我跟那个会员在聊天，他已经看了我三个月。好，那个机器人吼少赚超级多的。哎呀，你也对心关呢。我说都来得及。只要你的资产够，都来得及、只要你愿意改变，都愿意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盘来机器人、老师，你机器人三月就给我，是三月就给了。吉隆五村马猴娃乌娜标股都先给了，天天跟他放重播。如果不来唱个歌哦，我都怕你们又以为我放重播。要不是我们衣服哦每天换哦，不然你会以为是放重播哦。机器人哈，我说节目就这么短啦、那产业对各位看清楚，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个一个仔细跟你讲。我就说哈，今年哈 ，NVIDIA。大爆发嘛、那机器人为什么会延伸？因为 NVIDIA 要下放到智慧工厂，是的，智慧工厂一定就变成机器人、机器人手背、工具机，通通都有机会。有，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Solo 系一波喷出4.5倍？哇 ，Solo 系探摩搞，摩搞摩搞哦！五月罗森好啊，探来倒，乌啦乌啦，股价翻了3.7倍了。罗森今天还涨停哦，5天5涨停了哟。来，会员站过来，看出来。这叫什么一字线？他有来哦，有来哦，又来哦，一亏又五。我不用教什么哈、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些会员哈，这就是我会员厉害的地方。基本功，我们不是只要赚标股，我们是要赚长辈股，我们要会驾驭长辈股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是一直在教的。来，再来，阿哥五，对。今天有没有看到庆腾？嘿，那一毛五来哟、哦，连五拉五，是的，5天5涨停。机器人这两个全部一字线哎、欸，真的耶，两兄弟真的好彪好猛哎，他们都有来哦。哇，老师你庆腾吼，那个买的有够低的啦，真的，全市场吼都已经快要到30块，现在才在讲。嘿，那我已经赢在起跑点很多很多了，我一波拉出75个。百分点，老师，我正想讲，他是又是一档准长辈股的候选人了耶！我看到好兴奋，庆腾，我这个礼拜看到好兴奋哦！5天5涨停，从上礼拜一路涨停到现在耶，会员通通站出来哈、各位粉丝如果想要交歌单哈，来找我助理拿，通通可以拿哈。我们会员都很无私分享，我们福气留一个缺口哈，真的让大家通通赚正乌啦！不止会员赚正，不止粉丝赚正，共同来赚正。为什么？我说过，走过路过留下痕迹。我当时说欢庆奔腾乌啦，我6月初我就说欢庆奔腾，奔腾欢庆奔腾是的。今年怎么？会有五穷六绝呢？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去年我已经说过没有了，没错，今年一样没有。是的，明年可能还有机会没有。哎，你不要怀疑我讲的话，我们要先赚呐、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可是重点，活在当下嘛，一定要的。我用长线的远光、眼光帮你看到现在短线，你去避开什么技术面的震荡，就是因为你不会被骗线，不会被洗掉，不会害怕，不会。一档股票重压下去超过75个百分点，你说舒不舒服？当然舒服啊，赚饱赚满赚好了。严格来讲，这叫新朋友呗。这是新朋友。为什么呢？来。机器人太好赚，三月收罗西探摩高，五月罗森火力探来到，五月罗森探摩高，六月庆腾火力继续赚来斗啦。那、有没有涨到现在？有，继续飙到现在，5天5涨停给大家。算不算新朋友？是新朋友，没有错。机器人这一块，老朋友新朋友，哎、欸、耶，通通都是赚哎、欸，就是这样。
哦，而且我还整天在讲，真的整天你在哄上给大家。我一直跟你说，他通过认证，通过认证。你今天要找的公司就是以前没有做的，现在跨进来了。有的，我先预告一下好了。来，哦、好好好，你看到今天这个盘，台积电破千了、哦。是啊，破千了，千金股了。老师还来不来得及？哎，很多好朋友会有这种的疑问，老师。这个还来得及吗？我昨天是不是说西湖美景一定要去看？因为我最近好多会员不是去上海，就是去那个日本，就是不是在玩就在玩的路上。欸、对，好可爱，我也好想去哦。不行，我要照顾全国会员。对啊，西湖，我说实在是这样，真的西湖美景真的，我告诉你，西湖美景、美景、杭州美景、杭州美景，今天又快涨停了哈。我昨天跟你讲的、欸，老师这都是跟你预告了，对，嗯，今天又快涨停。老师要不要告诉我、啊、我说最强最标的留给一定先留给会员会员嘛对当然即便昨天涨今天涨停、嗯、今天又涨停对、哎、我觉得刚刚开始都开始而已哦没有啊你对比一下嗯嗯索罗斯都 4.5 倍了是的你看我每一档长辈股涨不停飙你对比一下所以才刚刚涨停哎、欸、对还来得及然后还有一个柏流哦柏流是不是玩水也很好玩、欸、柏流今天也亮灯想听范老师这些都是度假胜地耶因为现在这个后看到他们都出去玩我好想心都飞出去啊我心对今天有那个会员来跟我讲哦老师因为后这两个礼拜、欸、这两个月哎、欸、这两个月赚很多因为他上个月缴税缴非常多嘛缴两三百万啊然后这两个月赚的后老师我缴税都绰绰有余、欸、然后我还要带小孩出国玩、欸、因为小孩放暑假要去美国走一趟嘛对呀、啊、一定要出去外面玩玩嗯对所以有没有感觉来哇不是在玩就是在玩的路上要出去玩前我还把他持股调整一下哎、欸、你看边玩边赚，边赚边玩，多好、啊！他跟我说：“老师，我出去玩十天，我就帮他调整一下，嗯，哦，然后回来数钱就好。”哎、欸，真好哎、欸，我是这样啊！哇，会员真的好幸福哦。所以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光看机器人，嗯，一直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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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看到今天，嗯，我说过我在讲的时候，股价才16块，是15块，还给你回来一点点，15块，通通都可以买的，乌啦，对不对？嗯，好，再来哈，我今天先呼吁一下啦，是，很多好朋友哈，从 YT 新朋友非常多嘛，嗯欸、对，对不对？好，新朋友进来，对啊，但是呢，这是你天天看到我的节目，对，好，那我希望哈，大家如果你对股市有兴趣，嗯，或是想要多赚一点，多赚一点，是啊，当然啦，好，尤其是你加入我的官方。来 A， 我每天早上有早报，嗯、晚上有财经讯息，第一手的财经讯息。你光看罗森，我那个时候早上早报，我要有动作的时候，我就先提醒你了。关键讯息都在里面哦。对我走过路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是的，股票也是这样。嗯、所以我这里后呼吁一下 YT 的好朋友，可以再靠近一点，一定要。好，那如果你加了那个妍希的 LINE， 你要只认证这个头像哦。这个头像哈、哦，真的，因为老师真的太红了。现在好多对坊间怎么这么多看？很多哎、欸，对，都不是我的，大家要认清楚，一定要认清、哦。我们华冠投顾零后七是有金管对证号登记的，是的，合法公司小老鼠 Lucky 777认证老师的这个大头，碎当当当，妈妈碎，然后唯一官方 LINE 哦。哦、不要加错咯、啊、我会送你见面礼好的好不好这都免费的好讲回来好的所以就是给 YouTube 好的粉丝的一些福利嘛 好的那刚才讲了机器人对不对、嗯、那你今天看到台积电占千元是那台积电占千元我不是现在才告诉你的早在黄执行长在台湾演讲、嗯、我说过他的背板后面43家公司你要去看到的是不是只有台积电你要去看到的是台积电光他一家背后供应链上百家、嗯、扩散出去那这43家背后到底有多少的供应链、嗯、现在看到了齁有为什么嘞来来来那个齁产业报报课程是不是产业报报全部私房菜给我拿出来老师你开始上课了我早就开始上课了为什么上课给大家来你今天看到，哎呦，市场上大家一直在讲晶背供电，嗯嗯嗯晶背供电，因为台积电下一次的法说也是要先告诉你2奈米的进度、3奈米的进度，还有3奈米的到底占营收几成嘛？是不是？这都是大家要 follow 的嘛？嗯、好，那晶背供电我是现在才讲的吗？不是哦，我泰森是不是年初一月我就把它今年 EPS 成长700%先算给你了？有。
给大家看过了，我的成本在哪里？86哈，嘿那嘿那嘿那，这叫太后驾到，是的，步步高升，乌啦，泰森就是这样，一波已经66%，那泰森我说金贝供电，你就要把它延伸出来，有什么设备厂？有，那设备厂我又说，哎呦，台东、东台来 是不是产业私房菜通通给你？有的，老师，你这个设备组的有够好赚，为什么嘞？升阳半。是，今天又亮灯涨停板，君豪呢涨不停，是的，这个豪哥母子档真的很恐怖、欸，真的很厉害、欸。我不要算远，各位，对我在给你东杰的时候，我就提醒你，君豪是提醒你智胜，提醒你君华，然后呢，产业包包私房菜又给你，老师你怎么都给我一样的股票？我这是在帮你耶、欸，持续看好啊。难道你要东换西换，东换西换吗？不要不要。你要认真思考老师的用心。这个盘已经好到就是我可以大波段，我也可以小波段。真的，我想要赚得快，我小波段动作快一点。对 对, 對。但是呢，我想要稳健获利，慢慢看的话，我就像阿北一样出去、出国，就是坐三个月的游轮，他就赚一波就好。所以这个盘好到两种操作都能赚，都可以同时拥有。所以真的是不要等。为什么嘞？来，是不是产业报报？哇，老师，你的私房菜到现在全部脱开成本咯。你看哦，近期在讲金贝供电，就是设备厂。是的。那君豪呢，有没有看到先进封装设备跟升阳半合作来哦，8028，升阳半有没有亮灯涨停板？我给你的时候是在这里哦。哎呦，我给你的时候你可以比对，对，你可以比对产业报报的日期，产业报报的日期上面写的清楚明白，6月19，有，然后拉回来呢，比对当时的价钱，哇，老师，你当时才在八字头，81出来一点点，哎呦，现在已经三位数110了耶，所以把产业看熟好不好？当然好啊，哎，钱钱赚不完呢、欸，我跟你说，不止会员大赚，哦，有来拿私房菜的，通通大赚，现在连看节目，通通都能赚，乌啦乌啦。只是看节目的好朋友很多都会说，老师，我觉得我赚太少、啊。老师，我只赚了个多，我不像你们都是破蛋大赚的。对他可能今天买了隔天冲，今天买了隔天冲、啊，我不小心太早卖掉了。我都知道会员喜欢谁喜欢冲，我都还会挡他踩刹车，你这档不要给我冲，这档爆，老师都简短，哎呀爆。对，等等，我都会讲。好，那再来看到生技有、现在设备组一直冲嘛，要生技稍微休息嘛。是的，但是生技我有没有带你赢在起跑点任务啦？七月底的生技涨还没到，还没到、哦。我跟你讲，这一次的规模，史上最大。哇，这次规模会堪比。你看到上个月大家都在讲 AI Computex 展，对对对对对，Computex 展，真的。等你到七月底，你看到这一届的生技的规模，你会吓到。哇！我还不要跟你讲什么，我先跟你预告哦。重点我们有没有赢在起跑点？当然有。去年基因赚不够，不够不够。去年赚来豆，乌啦乌啦乌啦。去年赚不够，有没有带你威健？有没有带你佳杰？有没有带你承德？都乌啦，通通都是赚啊！乌啦！再来，老师3047。好漂亮啊！是当当网通概念 WiFi 7啊，是的，哇 ，WiFi 7难道我说过嘛？你可以看联发科啊，我给你更好的选择啊，是的，你有更好的选择。我是说 CP 值高，我要让所有人通通买得起，开大门走大路的股票、哦，一天成交78000多张，想要买几张就有几张啊，有没有很舒服？当然舒服，哇，康泉营收是当当哦，嘿那，所以这个时候。再讲回来，网通 WiFi 7元年啦，然后呢，生技下个月，好、哦、对不对？生技展的规模就非常大，八月又有假健康哎，那你说这个盘还要等吗？不要再等了啦，你不要再等，你赶快醒来好不好？我说过，我任何时间后都有。插秧的股票，我们西湖在西湖杭州美景在插秧嘛，柏柳也在插秧嘛，啊，长辈股老朋友 Solo 西，嗯，好，罗森，庆腾啊，早就获利奔跑中了，君豪啊，一拳不想理他、啊，天哪，是不是通通都是赚？乌啦，哦，所以再次恭喜所有会员大赚特赚喽，吼，来，不要恭喜我们的，哎、欸。
不要羡慕我们的会员，因为你也可以，可以啊，好不好？改变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哦。那晚的是你从来都不敢开始。很多人说，老师现在都指数来23,000-24,000了，还来得及？当然来得及呀、啊！哈，有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老师都把今年的规划在指数我都算给你了，都已经都算讲了。对，甚至呢，哎，今年会如何走？哈，如何赚？老师早就帮你规划一整年的进度了。重点是现在下半年度才刚开始，幸福月的活动，我们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提醒大家，最后一天哦、拉死倒了哈。来 final countdown 了哈，倒数计时了。幸福月就刚进的重要活动，赶快来电做把握，02-6630-3237。不要觉得晚，好晚的是你从来不敢开始。现在金马电话直接打进来，直接从现在当下开始，不仅要让您加倍赚，更要让您加倍幸福、加倍获利。就刚进的重要活动最后一天，02-6630-3237。节目真的感谢妍希老师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Bye、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